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朴生活。我们今年种的花生，现在把它挖出来，看看里边有没有花生。花呀，一个吗？这周围挖一挖看看。周围吗？它是落花生，花落在地下才出来。Really？ 一个都没接，总得有点小个头的也得有。Good， very good。哎，这儿有。说这个都有科学根据。不觉得重，不现在地了，接了一些。OK， 但是好像没完全长成啊。总共就捡了这么几个花生。我种花生的目的是因为花生营养成分比较高，如果要能挤出油来的话，油可以人吃，剩下的挤出来的花生的渣可以给鸡吃。但是今年种花生不成功，那主要原因呢，第一就是我们家这个地它不够松，花生比较适合在沙土地里长。那我们家这个地原来就属于 clay 黄泥那种地，那因为鸡在里边待了一冬天，所以这个地呢比以前要好一些，但是也不是很松软。第二原因呢，就是花生它的生长时间比较长，它属于热带植物。然后我们家在这个大棚里边，它所见的阳光不是特别的足。当时夏天的时候种的时候，花生周围有其他的植物挡着阳光，所以它的阳光不够足。虽然今年种的不成功，但是明年我还是想再试一试。明年准备在大地里试一下。好，谢谢大家观看。愿上帝赐福于你，我们下次见。